你看他们防守会建立想要 ban 掉那个怪人小伦安安啊，这藤真蛮秀的说。戴敏急流遇到戴敏其实很好处理耶，他戴敏只要转那个左转抛或者是右转抛那一招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戴敏只要用左转抛或右转抛啊，那个急流学到超强的，真的学到超强。他配合伊卡对不对？然后比方说是右转抛好了，他只要流川滑到右边，然后你顺势有一个伊卡的位置。本来是这样对着嘛，你就滑啊，那个人是不是往右跟嘛？然后你就移卡到之后，再用那个右转抛，就很强啊。菜菜好像也打过超脸，有啊。有几只九绝？零只，哪那么有钱？贵松松的角色这些，哦，集训先到章，这名字很奇怪，那一对有钱也是拿来加十二。干，昨天打水漂了，别说了，好不好？有钱也不一定上得了加十二，然后少冲动一点就三只了，真的，确实是打水漂了。哎，我今天又没有挂到卡片啊，哇，好扯哦，卡片怎么那么难打？一炮，じっくり。那现在不是卡片加倍时期吗？哇！絶対カーブ！没进。剑指加20，现在还没开到加20的样子，加15。没进呢，好铁哦！好冒哎！我看很多人都打到了，牛卡矿空都有出货，干！我都没打到这个技能，哈哈！好铁！哇，被伊卡到了！我知道他这个球要打空空了。可惜耶，マグレがあるか。勝つ、絶対勝つんだ。リバウンド、桜木。優勝。おもしれい。まぐれがあるか。干你！还是不会盖，不给你机会啦，兄弟。这个就是要冒到的节奏。呜啊！天才爆发！
上等的。你拜佛吃辣，面白い。まぐれがあるか。啊，干，才有。なめんなよ。干好铁。決めてやる。没有空位不给进呢。这个踩到不会进啊！哎呦，天才爆发！篮板，破！リバウンド、桜木！まぐれがあるか。就是觉得灌高很便宜耶，肯定是便宜。哇！感冒了，絶対勝つんだ。もう手加減はいらんぞ。怎样都比敖平，一定的啊！怎么比？还有天堂 W， 对不对？干！一直想手中断，拉面的哟。因为我想手中断那个位置，所以一直漏这个。优勝！开！感谢艾文哥的800日币，赞了。一本，じっくり。球距离，どんどん俺にボールを回せ。后面守不住领先，是不是谁问题比较大？急流肯定是第一个啊，首当其冲，因为我打的都后仰啊，所以急流是第一个，首当其冲，问题最严重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